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上 99% 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剩下的那1%就是钱。虽然你们现在很有钱，但是你们谁能保证10年后你们还是这样有钱？而我不一样，我能保证一直没钱。小时候我爸教我用筷子，我学不会他就打我。现在长大了，我教我爸用手机，他学不会还是打我。你们玩手机玩到网恋，我玩手机玩到没电，你们网恋到奔现，我网恋到被骗，关键的是我还是被男人骗。你们找对象就跟报警一样，分分钟就能找到，而我找对象就跟破案一样，还他妈是个悬案。喂，不是吧，阿三儿，天晴了，雨停了，我觉得我又行了，走在路上钱掉了，刚发的工资又没了。Ha ha ha!